开始。为什么要学习呢？为什么要学习呢？为什么要学习？不学习，连饭都不知道叫啥名字。是吗？不好好学习。不好好学习，连睡觉都不会呢。连睡觉怎么了？都不会。睡觉都会啊？不好好学习，啥都不会干。那你要困了，你不就睡了吗？跟学习有什么关系啊？学习不好，长大捡垃圾去。捡垃圾啊？这是谁灌输的？他自己。妈妈给灌输的。没有，这是他自己。那个电的拼音是不是带错了？谢谢妈妈提醒。来，准备，来安静啊！来，拿好枪，拿好枪。别让他们说话。那个提溜着，提溜着。哎，预备，安静，开始。节奏真好，傻拦住，节奏真好，我好棒啊！怎么回事？咋回事？吃饭去吧。好，吃饭。哎呀，太棒了！你自己觉得怎么样？啊？你还需要努力。太精彩了。是。没有，不去了。来这儿，就在这个眼土地上。在土地翻啊、哦，这儿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没有。没有，走，主要是在亮处看得仔细点。啊，对，对，这儿可以翻。对，啊，没有，走啊，缸里面看一下。东东，啊，不说话，看了他啊，看了，行了，啊，就这样啊，好，来拍了，拍，开始。
别走，明明在这儿呢。爷爷说啥？啥东西在这儿呢？你们都是骗子，明明在这儿呢，啥都没有。啥东西？大骗子。好，很好。来，我们这样，我们一切都好，我们再转过去拍一个那个木月吧，木月就看着那块，木月看着孩子那个。赵姨提前报告，木月跟我同村那个朋友打电话几个给。他们干嘛？没有。他问我要不要带沃土。啊，不带。就他从那个慢慢走出来看着我，一个剪影呜呜走出来。从你口中拿几个给的沃土吧。我妈妈从黑影中一点点走出来，就这么看着，哎呀，吓人呐！我们再来一条啊，那个机位低点。赵姨，那边正把车子安顿的好点。机械这块是机位低点，然后演员这块呢，进化的时候再稍微的紧张一点。忙完了，今天到过哟。啊，他想用那个长焦拍一下，怎么样？长焦哈、你试试看嘛，都可以试嘛。他半天不洗的哟。现在这个主要是机位高了点，再稍微低点就好。没事，没事，长焦拍出来。那这边是中到车上的。咔，感谢这风啊，都棒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今天计划？今天没有了。嗯哈。什么？全跑了。我说感谢这风啊，这风多好。今天没了吧？没了，应该收工了。那我那边。
带睡相，还说不是套子的还好，因为套子的是在县城买的，他每次回来都不带。眼泪都快搞出来了啊！看一下，你怎么那么厉害呢？一个是 A 级，一个是 B 级。A 级、B 级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哎，我采访一下你。你在说这些的时候，真的好像让我们感觉内心里好难受，好委屈，不穷不委屈。你在大山里面，穷和不穷的，主要是委屈了。爸爸在城里面给你带东西，就委屈了啊！你也不知道你咋委屈了啊！只要一张口说话就委屈了。当你叫爷爷，一下就伤心了啊！夸你觉得不太好意思啊？没必要夸，好的。但忍不住夸你两句也可以啊，不要怪我啊。我咋敢怪？啊，可以怪。比如说牛导演做的不好的可以怪他。撤掉了，是我们要登记。这儿看，其实看了一圈也没有。咱们是走到这儿树上。你看，我多，都别跟着了啊！自己走 ，OK， 对吧？干！